有关申请 BNO Visa 所需的结核病测试证明，有重要的消息想同大家更新一下。继上星期六我自己去了五间指定诊所之一的金钟分店做检查之后，今日轮到我的家人去旺角分店那里做了，但是发觉的情况有一些分别。第一，金钟分店只是需要我提交 BNO 的副本，而旺角分店就要求大人呢是同时提交身份证的副本。第二，旺角分店改用了即场上网填表方式，是需要经过 QR code 去到他们的网址那里即场填写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确定了11岁以下的小朋友只是需要缴交500元去见医生做一个简单的问诊，并不需要正式做照片检查的。另一个重大发现就是，他们竟然不受理 LOTR 的申请人去做这个测试检查。他们解释说，如果到时申请 BNO Visa 的时候，申请者身处英国，而提供由香港诊所发出的证明书并不适合。但按道理，既然是英国政府所指定五间香港的测试中心之一，只要在申请 Visa 的时候，这个证明书并未超出六个月的有限期，应该都会被视为有效的证明。最终这位朋友改口说，申请 BNO Visa 的时候他会再回来香港，但是诊所都不接受，也都没有再帮他做这个测试。所以准备申请 LOTR 的朋友要留意了，你们可能要在英国当地再找合资格的诊所做这个测试。希望这个信息会帮到大家啦，拜拜。